最近热播的追光吧哥哥经常会遭到网友的调侃，不少网友称节目干脆改名叫去油吧哥哥，实在是太油了，简直是不忍直视。王东城在追光吧哥哥这档选秀节目可以说是重出江湖，就在近日第二期已经播出了，哥哥们也迎来了第一次舞台。在第一次舞台竞演中，汪东城帅气的在舞台上劲歌热舞，但是关于汪东城在舞台上的表现就登上了热搜，不少观众指出有些两眼进油的感觉。汪东城对于网友的评价也做出了回应，他发博称下午时光喝杯茶解解油吧，而且大家肯定有发现汪东城的粉丝大多都换上了洗洁精的头像，并在下方评论留言称你不油不能再说自己油了，粉丝好有梗啊，一边宝贝你不油一边换上洗洁精头像，多损啊，可见粉丝还是非常爱自己的哥哥的。喜欢就订阅呗。